朋友，俗语讲：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请你来听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春天，百花照开，蝴蝶烧钱来。花若谢去，蝴蝶飞到无看影。人也是同款，有钱的时，人烧钱找；一旦无钱，人人惊。朋友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你唔知有同感无？春天百花正清芳，有青也有红，蝴蝶烧钱立花丛，爱花不思人，请你来看世间的人，谁人不像蝴蝶爱花丛？有钱人有势人，看人会当，大家对伊抱着希望，摕钱来相送，来相送。秋天花谢真凄惨，蝴蝶飞去藏，风吹落叶粉西东，凄惨的惊人，请你来看世间的人，谁人爱看秋天的花丛？无钱人路飘的人，厝内空空，大家对伊不敢望，无人斗帮忙，斗帮忙。我的人生真凄惨，亲像在做眠梦。有钱的是人疼痛，失败人惊人，放空所有世间的人，想袂我靠别人。有钱人有势人，花人会当，世间万事爱靠一项，唔通做无钱人，无钱人。